我孤春渊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，你安心。 子东，你已经好久都没跟我说过话了。
我知道等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面，你一直都是最坚强的一个人。我们曾经经历那么多生生死死，你都陪我一路走下来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陪你走下去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不舍得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。怎么样，医生？裴志东，你妻子在这里守了你好几天了。我妻子？她不是你妻子吗？裴志东，你能恢复得这么快，真是奇迹啊！哎呀，医生，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？你的腿……我的腿怎么了？我的腿怎么了？你的一条腿以后可能很难康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可能的！子东，听我说，你虽然失去了一条腿，但是我会陪你一直走下去。我就是你这条腿。兰心，今天是皇后娘娘我的生日，皇上宠送来了瑞鹤图，瑞鹤图，来啊，瑞鹤图！瑞鹤图！瑞鹤图！落地陀佛，这好好的画回他手里就不好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今天皇后娘娘我高兴，谁要是追上了我，我就把这幅图赐给谁。来，来呀！令珠，令珠！令珠，令珠，令珠！要干什么呀？大家不要追他了，那边太危险了，去不得呀。胆小鬼，奴才们不敢上来了吧？快把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沈兰心给我叫来，皇后娘娘要把瑞鹤图赐给她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姑姑？姑姑，那个疯子，那个疯子绿珠拿着瑞鹤图跑到后山的悬崖上去了。哎呀，他说只有你去了才能把画给你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他可是一个疯子。没事没事，绿珠，你来了，我终于等到了你，绿珠，跟我回去吧。你是来拿回瑞鹤图的吧？它就在我的手上，你来拿呀。怎么，你日思夜想的瑞鹤图就在你眼前，难道你不在乎？这个图已经对我不重要了，因为它已经在我心里。传明不在乎的，你也不在乎，那我们争来争去的争的是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来？我是为了你才来的。我们争了一辈子，斗了一辈子，你会为我而来？绿珠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们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还有什么事情说不开的呢？一辈子都没有说开的话，难道在今天就能说开吗？为什么不能呢，绿珠？如果我们都能退一步，我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不，没有开始，只有一个了结。沈兰心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们谁都没有退路。不，玉珠，如果你真的连死都不怕了，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说不开呢？沈兰心，你生来就是我的克星，你的出现就是让我处处显示出缺陷、失败、丑陋。我心傲气盛，敌不过你恬静淡然；我争强好胜，输给了你坚韧柔绵。败给了你次次重生。我喜欢的男人喜欢了你，我擅长的秀艺输给了你，我事事想赢你，可事事都败给了你。直到如今，我的亲人没了，爱人死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做的事情
把犯人带上来。是，走。展开。是。那批黄金呢？还在里面吗？如果你敢骗我，一定叫你好看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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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 好，停下。就是这里吗？这个人诡计多端，还是让他先进去吧。嗯嗯，是。你先进去，别耍滑头。嗯。 兰心，姐，你要出去啊？我去医院看子东，他行动不方便，我想帮他买部轮椅。这银票，你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？哎，你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我那还有。够了，姐。对了，我想等子东出院后，把他接到家里来住。好，那我让下人把东面房间。 收拾收拾，嗯。
找谁呀？啊，护士小姐，这房间的病人裴子东呢？裴子东，他走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。啊，他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他留了封信，让交给兰心。我就是兰心。现在护士值班室，跟我来吧。兰心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。谢谢你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，天天守护在我的身边。兰心，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我们一起经历风风雨雨、曲折坎坷，我终于赢得了你的爱。可是我的腿残了，我的自尊让我无法面对我的爱人。已经七七了，全福哥已经过了望乡台了。我们相识相伴，相依为命，他跟我之间的情谊远超过世上任何一种感情。这辈子我们虽然无缘，做不成夫妻，但是我知道下辈子我们一定会再相聚，不离不弃，生生死死永远在一起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去吧，你跟子东一定会幸福的。甘肃人，过了黄河，翻过大石山，看见了黄土高坡，那就是我的家了。
你咋在这儿？还记得吗？我们在云南分开的最后一天，是你告诉我的，你的家就在这儿。兰心，你记住了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住了。子东，你知道吗？我修的那幅瑞鹤图，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了金奖。我知道这个消息，第一个要告诉的就是你。为你感到高兴，为你感到骄傲。你千里迢迢来这儿，是为了我吗？不嫌弃我吗？我从来都不嫌弃你。跟我回家好吗？好。没想到吧，兰心，我一路跟着你才找到他。你们想回家？好，我成全你们。放开兰心！放下你的枪。放开他！你要报复，报复我一个人。我报复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我要报复这个不公的人间，报复孤家，报复爱情，报复一切使我毁灭的人和事。如果我还在沈家，不被调换，我会是个平平淡淡的男人。我会跟我所爱的人在一起，我会过得很好，所有的厄运都不会降临到我的身上。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部都是因为你们，我也是杀了你们。你要杀，杀我一个，不要为难兰心。是，我一辈子都爱他。
我就在你面前杀了他。不，不能。顾川明，我一辈子没求过人，我现在求你放过他。求人是这么求的吗？你给我跪下。我现在求你，我求你放了兰心，放开！站起来，你不要跪在他面前，你站起来！不要紧，裴子东，你太天真了，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吧？开枪吧，把我们两个都打死，一个都不要留下。他有什么好？他只是个朝廷的护卫兵，而我是顾家的大少爷。我曾经那么爱你，虽然我现在落魄了，但是总有一天我会东山再起的。你刚才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你没有被换到顾家，可以做个平平淡淡的男人，你就会有个温馨的家庭，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，所有的厄运都不会降临在你的头上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不是我的错。不，这是你的错。从前我也像你这样想，认为你报复顾家，报复人间，是因为你受了伤，你没有办法面对，你害怕。我愿意理解你，可是现在我不会。这是你一手造成的，是你不分是非，自私自利，做事太极端造成的后果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就杀了你。就算你要杀了我，我还是要说，顾川明，就算你杀了我跟裴子东，你会安宁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心里面有爱。
兰心倾其毕生心血将瑞鹤图绣成，圆了吴家世代的梦，也留下了华夏文明的夺目奇葩，让后代的世人魂牵梦绕，怀想无穷。水人一句。